好，谢谢。再次用各位的双手，再给我们我们美丽、可爱、帅气的朋友一次热烈掌声，谢谢。应该音乐会结束的时候，应该指挥进去再出来，进去出来拍好，因为不好走，就直接等待大家的 encore。好，当然我们也准备很多 encore 曲子哈。我们带来第一首很好听的曲子，也是陈老师跟我说不要讲很好听，真的就是很好听。那这首曲子叫做《晚霞满渔船》，是我们阿婆跟阿公时候的曲子哈。郑先生应该有唱过这首曲子。那这首曲子是民国70年吧。胡立武先主唱，还有在周深来唱这首曲子。那我小时候，这个透露我的年龄了。我小时候看那个群星会啊什么，就有唱过这首曲子。那会唱的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曲子，用管弦乐团演奏，真的很美的一首曲子。大家这首第一首安口曲啊，注意听到第一首安口曲《晚霞满渔船》，谢谢。第二首安可，因为实在是回去走来走去不好走，怕跌倒。好，我们再来。